Yeah, all right， 大家都知道咧，就呢幾個星期咧都係落大雨嘅狀態，所以咧就頭先都見到啦，我要出門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天陰陰啦。OK， 不過唔緊要噶，都冇咗我呢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行動。好啦，首先再次唔係再次啦，多謝曬我哋嘅，又多謝啊 ，OK。又多謝我的阿 Carol 全力贊助 B 佬感恩飯堂，同時間多謝 Dr.Sri Warren 即係一路嚟支持我呢一個咁有意義嘅呢一個行動啊！多謝曬你。好啦，今日要送30份嘅肉骨茶去邊度呢？就係去我貴為自己熟悉嘅一位孤兒院，但係咧我已經差唔多兩個月冇去過邊噶啦，就係呢一個Luma Cherish the Manyal。呢個是兒童之家嚟嘅，咁大家如果係網上搜索都知道咧 ，Luma Cherish 咧佢係有三間分店嘅，咁有兩間咧係專收留老人噶啦，老人家噶啦，咁有一間咧就係全部都係兒童嚟嘅，男女兒童院啦。好啦，而家事不宜遲啦，去探一探呢班細路仔。我喺呢度再多謝。Dr. Warren， 多謝曬你支持我呢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行動，多謝曬。OK， 而家出發。好啦，終於到步呢個 Luma Cherish， 大家都睇到啦 ，Luma Cherish 呢個兒童之家咧，我呢度有一個靚仔 ，Hello， 即係 ，Hello， 啊，你上 Facebook 啦，啊，你紅了，你這樣就紅了咯，這樣就紅了咯。OK， 首先要多謝曬阿 Carol 全力贊助，要特別多謝嘅就係 Dr. Warren， 每一日都會贊助我即係報下我30份嘅肉骨茶，送唔同嘅兒童院以及老人院啦，今日嚟到呢個 Luma Cherish 係特別親切嘅，因為我曾經喺呢度有表演過。咁當然咧，呢個啱啱結婚嘅呢個 Jackson 啱結婚，新婚快樂希望所有嘅朋友咧睇咗呢個短片之後咧，就希望大家都可以關注到我哋 Luma Cherish， 因為之家兒童之家。好啦，今日咧要做一個動作，要做一個動作。首先同阿負責人講咗咧，我會偷一棵嘢，我要攞翻去種啊，因為斑斓葉咧，呢個斑斓葉大家睇下呢個叫斑斓葉，我去超級市場咧3蚊咧就買到咁大扎，每次買到大大扎咧就用唔曬，所以咧我就呢一次咧攞翻去種，佢就俾咗個鏟我，我嚟鏟走一棵佢，要唔要噴車啊？要啊，騰車騰車，得唔得？得唔得？哦 ，OK， 好啦，而家要鏟啦。哎呀，唔識鏟啊，求其啦，就係咁插佢咯。呼啦呀，咔呀咔咔。好啦，至於啲咁狼狽嘅畫面，我唔俾大家睇啦。喺呢度咧，要做一個好特別嘅 ending， 就係我已經做完咗呢一個咁有意義嘅行動，而家咧嗱聲。偷斑斓葉，翻屋企再見，拜拜，多謝曬。咁咧，聽日星期日休息，靚仔，聽日星期日休息就冇啦，就要等到星期一。星期一我哋會去到菩提之家，多謝曬所有朋友關注我哋嘅 B 佬感恩飯堂，多謝曬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say bye bye， 拜拜。